家中新闻的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房立。在2015年新年即将来临之际，我代表总领馆向所有生活在安大略省的乃至曼尼托巴省的华侨华人，向你们问一声新年好，祝你们新年吉祥，万事如意。